463。好，请为您三十号本次红道赖成恩选手处于领先的地位。2274。我这边将是你现在是卢比公主到北市红道二十三，男子十三号的是第二雪道李昌国中夫公主，以及第五雪道汉口国中李春义，第八苏格雪道李平高中张俊轩。第四组，我跟李达是第四组到，我跟是汉口国中李春玉，这个晋级，这个结论。